Google 家今天释出 3.0 版，已经完整支援 iPad 了。使用 Google 家、Gmail、YouTube 或是 Google Chrome 的账号都可以登录。选择要不要启动即时上传，或是加入你认识的好友。讯息浏览时，可以用滑动的方式。直视或横视浏览都可以。由上往下拉动可以更新讯息。在上方可以切换社交圈。图片点击可以放大，用这个数量可以比较多。就可以查询通知、个人资料、浏览自己上传的照片。到首页，如果想要发表讯息的话，点右上角的铅笔；如果想要附加照片的话，点击中间的相机，选择照片或是直接拍摄。选择照片，点击使用。点击附加，可以选择你要分享的社交圈，或是加入地点，也可以输入想要分享的讯息。输入完，点击右上角的分享，滑动它就会刷新。刚刚分享的照片就会出现了。如果想要登出的话，在设定里最下方就可以选择登出。